不也挺好吗？好行，一般穿的时候就挪地方。没关系，我给你刷到第一，这个你刷不了。谢谢灰灰的电话。干嘛呀？干嘛嘛？不是，不好意思，你没说放的地方多啊？不好意思，咱俩有个换个地方。看着，这光不太好。一下我就白了，一下你就白了。嗯，看来是灯光的问题，不是我倒霉，不是我倒霉。晚点看另外一个榜单会不会比较好？其实无所谓的，我就那么一说，他能上榜就已经就是好成绩。他还分几个榜单吗？你记不记得我第一天给你转发了两个榜单？他是11号上线的，一个是叫新荣。一个是叫花生还是什么东西？太累了，我就不停的梗脖子，你辛苦我。我就只是看我的上半身是怎样的。这样。我一直在这样梗脖子。啊。我有的时候放松的时候，放松坐着的时候，有一次咱们俩在北京拍的时候，我就这么播了。说大叔你胖了，我说谁这么坐着他不胖啊，我说我如果这样的话他更胖了，然后他们说、哎、你就是胖，哎呀嘴硬怎么怎么样的，然后我就坐起来了，我把手机往那一放，来现在告诉我还胖吗，就下颌线一下就出来了，你就在这放松坐着吧。我是说你这个手机举动，如果我想录镜头的话我就很难受，那我扣起来，这样不就这样就只有刺激了，老师啊，那我给你拿好吗，这样不就能看着咱俩了，这样多累呀、啊、就到练肩了、嗯、没说看有没有时间，有时间到健身房折腾一小时去，可以，但是我这里估计有点累，7点怎么都收了，我不敢狠狠折腾，但是可以轻轻折腾。谢谢灰灰的电话筒，好喜欢那个短剧，大叔你很高冷，没有啊？你说我高，我心冷了就不至于。昨天我跟成功在这儿。成哥不是发现那个小熊我没给他吗，然后那个我说我对你不好吗，那茶杯我都送你了，我拿着不方便放你家，你喝茶多好，他说我家有茶杯，我不缺茶杯，然后我把麦拿过来，我跟他说、宝贝可是你那些茶杯不是我送的呀，那是我上厕所了，上厕所，上厕所，去吗？厕所出去左拐就是。是的，我在这待了一天了，老师，难道我一天没尿尿？我跟徐东转了一圈，从哪门出去，然后右转。对，太好了，我们一出去就从右，这不是出去以后在左边吗？嗯，就在左边。我们从右边转了一整整一圈，一直转到了最后。我又变名了，本来都是叫蓉蓉的，现在变成什么叫暖暖了，蓉蓉是咩咩，蓉蓉暖暖是咩咩，下部剧叫什么，下部剧云初，对，沈云初，沈云初陆建白，去哪儿啊？泡泡玛特。我说泡泡玛特走掉了，他们要看泡泡玛特。明明，我转告一下吧，
这个有个人说他每天都在抖抖快 QQ 音给你留言，说是太喜欢你了，想要你签名照。他叫啥？他就有个波浪号，就这个。我确实见过他好几回，16岁。他说他只喜欢你。他虽然说他下面写着只喜欢艾特杨绵绵，但是他有89个关注。我说不，你是八十九，绵绵是你喜欢的89%，89%。嗯，但是他让我转告一下，刚好他在，我就给你转告了啊！你看啊，我当着你的面给你转告过了啊。但是我跟你说，他是一个不营业的人，就是别人在这直播，他可以在这溜达来溜达去，但是你让他老老实实坐在这直播，可能性反正我没见过。我一会儿在想着事儿，我这回急着走，忙着拍摄。谢谢，等我那个啥，有空看一下你的视频。我真的是一个工作起来不玩手机的人。就别说你在抖音上留言了，他工作起来是那种就是连自己绿泡泡都不看不回的人。咱们上一层就是正门了。
替我们感谢便便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那他也问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